耀明参加了中学生视觉艺术创作比赛，没想到首战告捷，取得了初级组季军的好成绩。他非常兴奋，跟爸爸妈妈聊了起来。妈怎么样？我没叫你，是以下的名字吧？别叫尾巴，你跟你爸比还嫩了点儿。啊，哎呀妈，为什么你老是泼我冷水？妈，说真的，你觉得我的作品怎么样？要说呢，哎，看不见。进步还不少呢，尤其是创意不比我差呢。啦，妈听见了吧？爸呀，赞我。你的扣除很有功，快点儿。是啊，评审呀说我的扣除太死板了。照片的主体应该放在黄金位。还有谁说了？答，什么是黄金位呢？就是在照片的上或下，左或右。的三分之一的地方。哦，看起来这里还有很多我要学啊。对啊。那可不，你还是跟你爸学着点吧。认命。我相信我总有一天能教育爸你的好女儿。他等着呢。叮当。咯咯咯，有没有人开门啊？开门啊！我早就开了。我看你。Oh Thomas， 我们好久没见了。我好想你啊！你跟我回去吧。打着你，打着你！你是谁啊？你跟我抢地球，不要再回来啊！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要跟我抢男人了，他是我的。Oh, come on.